欢迎收看手机游戏香肠派对，我是你阿斯。今晚的是香肠派对经典牌，但在此之前呢，我们要先来用这个超人力霸王的迪卡的服装。这个迪卡的服装怎么获得呢？就是在这个服装它活动里面有一个特点。那它这个特点呢，就是超人力霸王的这个迪卡的特点，就有点类似小型的季票啦。然后你只要每天完成它的任务之后呢，把等级提升到30等，就是它任务的等级提升到30等，你就可以获得这个迪卡的套装以及中间的一些道具。好啦，那我们就这一场一样穿迪卡的套装，就超人力霸王另外一套套装来玩哦。就之前也是拍了两套超人力霸王的服装嘛，对不对？一套我记得是要抽的，然后另外一套是免费的。那这一套呢也是要花钱，可是不用像我们上次抽那个哪一只啊，有点忘了，反正就有一只超人力霸王的那个服装哦，抽到要破产了。大家可以看之前的影片，可以找一下，就标题有写说抽到要破产了。对啊，这个套装就是你花时间啦，就是小氪一点点钱，没有到很多，然后你花一点时间把任务解完，你就可以拿到了。好了，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是我们神秘道具已经出现在比较近点的位置，然后我骑了一只飘飘龙准备过去拿哦。好，那这边准备要靠近，那神秘道具是圣剑，我在考虑要不要离开，但根据之前圣剑的阴影啊，可能会有很会玩圣剑的高手嘛，所以我这边就赶快赶往这边，发现已经有一个人骑飘飘龙过来了，他在楼下埋伏我，他可能在等我下来，那我也在等他去拿那个圣剑，但我觉得他不会去碰那个圣剑，因为这样很容易被打死。结果我的结论是错的，他反而去拿那个圣剑，所以最后我就直接空降把他给击杀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人在拿圣剑或魔刀的时候去空降，其实就算你准度再炮，像我这么炮的人，还是有几率可以把他杀死。所以我没有想到他会去碰圣剑，我想说，我等他到比较偏空地的时候再空降他这样。好，那我们这边准备进圈了，因为飘飘龙的油要没了，我也不想浪费一罐汽油，我身上只有一罐，所以我就选择了蹦蹦车。这边看到一台巴士，他想跑，我就开二技能，想说把他巴士给耗掉。结果呢，这边伤好像不够啦，巴士没有爆，所以我就只能继续开蹦蹦车，这个进圈了。好，那今天进圈之后呢，我们来到这个城镇附近，那实验室，那刚好看到一辆巴士是满血，然后汽油是满的。那我这边就直接开它，因为其实，这台巴士不是刚刚那台巴士啊，刚刚那台巴士还在旁边的位置，我们等一下会去找它。然后这边刚好看到一个信号枪的空投，然后有枪声，但不确定敌人应该是在房子底啦。然后我估计这边是圈外，我不想跟敌人在圈外打太久，因为打太久，万一打到残血，然后圈的毒又很毒的时候呢，我可能瞬间就死掉了，搞不好被毒圈毒死嘛。所以我这边选择先进圈。好啦，这边有个空档，顺便跟大家讲一下，这集影片呢一样用手机录影后置配音，而且这集影片我好像是在厕所录的吧，边大号边录。我最近终于把我家的网络搞好了 ，WiFi 分享器也搞好了，原本在厕所的网络超级超级差，现在终于搞到，我在厕所也可以拍片了。反正嘛，我只会录到游戏的声音，不会录到我厕所的声音，因为我是用内建录影把那个麦的声音给关掉，这样。那这边其实是想要把他的巴士给打爆，结果没想到他没有上巴士，反而是选择先跟我 PK 打一波，因为他把我打到半残，然后这边就持续射他两枪，命中两枪，其他都泡掉。那这边他开了这个影武者的分身技能，那这三枪、四枪、五枪，其中一枪还爆头，四枪身体，一枪爆头，OK， 那这边第五枪把对方给击杀。好了，那我们顺便拿了一些他的装备跟配件，那我们就直接开巴士走。结果现在才发现这台巴士，我开到的是他的巴士，我应该开我原本的巴士，因为我原本的巴士的血量比较多。但我这边意识到的时候呢，其实圈已经快要缩完了，而且我这边在拉绷带哦。你看到我这边在拉绷带，然后我其实当下还没有意识到这台巴士是那个就是刚刚我打半残的巴士。然后我这边就想说，我想要拿9号密子弹，因为我刚刚打了一波9号密子弹，我是希望在这两栋房子可以找到9号密子弹。那这边就找看了一下，也很担心会不会被人家狙死。那这边看到 5.56 能量子弹，没有9号密，我就赶快回去开巴士，赶快回巴士这样。啊，这边呢才发现意识到，哇，我的巴士怎么血量只剩一半？原来这台巴士是刚刚我打敌人的那台巴士，我就想回到山上去开我原本的那台巴士，但我不确定那个方位在哪里，有点忘记了。所以呢，我这边大概绕了一下之后呢，发现，这个毒圈的毒好像有一点点痛，我怕我万一等下巴士卡住就完蛋了，所以我这边还是选择先进圈。
好，那我们这边就是先进圈，然后旁边有一个这个敌人拿超人力霸王的那个杰德的身份卡，想要用二招技能把我的巴士打爆，但他没有意识到他那个射程距离其实没有很远。他虽然说画面上来讲你的这个光束照到很远，但他其实实际的伤害呢没有到很远，所以各位观众记得了，就是你即使这个光束可以照很远，但他的伤害并没有像你光束照的那个距离一样。然后这边这个敌人他没有要上车，然后还拿着平底锅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我这边就开走，就刚好把他给击杀。我也不知道他是要让我呢，还是他找不到那个按键可以上车呢，还是说他想要拿平底锅把我的车给敲爆呢？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哦，所以说反正就不重要，反正我们多赚一分啊，开心，谢谢。好了，那我这边才发现我的六倍镜没有压成三倍镜哦，赶快趁机填包的时候顺便拉一下。然后这边入圈了嘛，这边再拉个绷带，把血给拉到70%的血量，然后剩下用靠能量值回复。啊，这边汽油其实快没有了，我等一下可能会再找个地方拉个汽油吧。啊，这边刚好有一个能量双枪的敌人，把我的这个巴士的耐久度开了个更低哦，现在剩三分之一的耐久度。然后这边停车停在房子区，那房子区有人也没关系啦，就有人的话，我还至少有一个房子有掩体嘛，就避免让巴士停在那个空地啦。那这边发现我多一个高级的握把，因为其实 UNP 你如果装可能有些观众不知道，我这个是看另外一个电竞选手的影片，叫周星星大陆那边的，然后就是发现说他 UNP 有时候他会装那个就是红外线嘛，那个叫红外线嘛，我其实有点忘记，反正就是不是握把，不是垂直握把，也不是那个斜的握把，它是那个红外线的那个握把。那我有观察，就是说他那个配件为什么要装那个配件？原来是因为他装那个配件会增加15%的这个腰射的精准度，因为你穿垂直握把，它通常是开镜下的，我记得它是开镜下的精准度，不是不开镜的腰射的精准度啊。所以说呢，我这边就装了这个它的这个红外线的精准度，因为 UNP 其实周星星，我记得周星星之前影片有讲过啊，这边直接跳车跟对方扫了一波，那刚好爆头把对方给收掉。对，周星星之前有讲过说 UNP 他这把枪其实原本他的腰射就还蛮集中，弹着点蛮集中的，然后我自己也有测，确实是跟他讲的一模一样。然后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就看他这样子装这个红外线，我也跟着装，结果发现确实他的腰射不开镜状态下装的这个配件是更稳的。然后为什么 UNP 也要装那个消音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消音器我记得他有装，也有加那个腰射的精准度。然后这个敌方他是拿手炮，那我这边就紧急的一直上升，然后他也是跟我一直重复的拉传送胶囊。那我这边其实跳传送胶囊的点位我没有，就是他有一个不算 bug 啦，算小技巧吧，就是你进那个传送门的时候，你千万不能是在空中掉下去的时候进，或者是跳完之后再进，跳完之后再进，他会把你的那个第二连跳给吃掉。对，就是你的这个二段跳给吃掉，你就变成说你如果按跳，它就会直接拉伞，而不是直接跳翻滚一圈这样。大家可以，如果是新手的观众，可以你在练空降的时候可以记一下，这是一个小算小技巧吧，很小。那这边这个敌人呢，他手炮打了好几发，那算是有点炮。我最后就是很努力的，啊，算是已经快要残血的把他给击杀。这场就杀了5个真人，10个 AI。总之大家可以记得啦，就是我们的这个传送胶囊的部分有一个小技巧是这样，就是你很常，万一你是没有落地之前，你又进了传送的那个传送门的话，你在空中你要按跳的时候，它是直接拉伞，而不是二段跳。所以你在进这个传送门之前，你要先落地啊，然后你再进去。然后你要进去之前，你不能再按跳，你要直直的就这样进去。你在在传送到空中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进行一波二段跳。对，好啦，那么这一集影片到这里结束，那也大家希望喜欢。那我们如果大家喜欢影片，记得留下喜欢、订阅、加旁边小铃铛，可以通知。平日晚上6点发片，假日早上11点。有兴趣记得准时收看，每天 YouTube 搜寻尼亚斯找到我的频道。找到我频道，找到最新影片，才不会错过我任何影片。因为 YouTube 演算法关系，你不一定会有 YouTube 我影片的通知，但我每天一定会发，所以你避免错过，每天记得来看一下哦。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各位，拜拜。